哎，我忘了。妈呀！他掉三十分钟，我要撤了。 你让你第二局就让他打你来反，这种没信心，你打这种没信心，你敢打？没啊，第二局你不怎么打，你这个打起来。哎呀，这个女盘子，我挂钻，都撤球很多了，我输过几把，哎，我怎么懂？然后第二局他打两三把，他也输了，他打你来打，因为我后来挂不住了，因为他撤球，他撤球嘛。 拿不到点，现在四个好几打。你这个反过来也是一个很有意思。你还放球？没事没事，过去反一点，气恼。那个直兵，你们那个打怎么样？那边打。你说什么意思？打多少场？几局？还剩几场没打？打了五场。打五场，一共几场？ 打一半，打一半，加速加速，好，加油！他那个那两个交流应该他要打，对他那个会打完了，然后就可以去打。 Thank you.